比往年还久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投票，这是你投票时间其实比往年还要久。哦，那当然久多了。这个公投的那个投票数太少了，因为它有10个10张票嘛，选举只有2张，3张对不对？你选举那个其实可以减少点，这个多一点，这样的话时间可以变得快一点。因为今年公投案比较多，就变成说它的。 位置太少了，这有史以来最多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